放松一点点啊，把三下到起来是记得。打下路。OK， 他这个人比较喜欢往后退，你中间不要那么紧，但是你要准备好后退防御。对，然后他中间都不打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没必要在中间跟他那么用力。对，他中间都不打，对不对？你不要那么用力嘛。中间追他，中间不打，你不要在中间出，要不停一下再转换这样。停，对，慢点，打三位置。太多了，再过来。对，慢调，注意放下来。又防守，对不对？你看又用力了，最你拉开影向前一点，同时前一点。